下个月再来吧。你是谁？大家都叫我严术士，至于全名吗，懒得告诉你。自量力，灭了他。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的全名，如果我跟你讲了要出人命的。严术奥义之万紫朝东，我的全名就是艾里克斯布莱克克里斯汀迪奥德普圣地亚哥弗朗西斯科普罗米修斯亚历山大约克德普惠灵顿阿拉巴马华盛顿，名字长就是有文化，天才之成功人士成。当然你叫我阿成也是可以的。我看你这回还能往哪里跑。世间万物大智无穷，小智无限，一切都仅系于自然的法律规则当中。抱歉，要签名的话爱莫能助，私人时间拒绝访客。灭了他。等一下，我是和平主义者，不喜欢打打杀杀，可我的粉丝就……看来要使出全部的力量。现在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是，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们前半生犯下的罪孽深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前半生犯下的罪孽，后半生来偿还，还是可以的，来世必修得福报。对对对对对，大师说的对，说的有理啊！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老王还在山下等我，还要回家种地呢。我回去陪陪我妈。告辞。告辞。气死我了！我可是把我的大作邮寄给了出版社。真的？这他妈是哪个蠢货给我的画？是我，有问题吗？啊，主编呐，我觉得这画画的太好了，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行，别废话啊！这一部是我在众多稿件里觉得唯一一部还不错的，赶紧看看完来找我，顺便跟你说一下下一期的内容啊。哎，算了算了，肯定跟主编有关系，我还是忍着看完赶紧交差了事吧。在天命子沈洛洛的介绍下，少女认识了所有人，而大家也得知，原来这名少女是来自辣条部落，并且是辣条部落首领的女儿。辣条，这样啊，猪。原来如此。大魔头拉比许俩痛恨垃圾辣条这种食品，把他们部落的所有人都关押起来，并且强制他们每天吃无添加剂、无地沟油、无味道的绿色食品，让所有人都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这么可恶，他们不能这样，放心。然而在一位神秘人的帮助下，拉跳猪才得以逃出，但被发现一路逃离至此。原来是个村子。然而在少女拉跳猪，你闭嘴！你说还是我说 ？I'm sorry。没事，小叶子在，我会拯救大家的，放心。村长大人，我有事汇报。说。第一件事情是，那些良心发现的士兵刚刚告诉我，因为拉提奥猪的逃狱事件让大魔王感到有些耻辱，他们准备投降收拾行囊的时候顺便寄了一封辞职信给大魔王，大魔王可能在三天之后会通过信上的地址找到我们。第二件事情是，我刚才遇到拉提奥猪小姐时给她算了一卦，卦象不是十分明显，但是确实会对我们有帮助的。那怎么办？三天之后大魔王就要来攻打这里了。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没关系，跟他们干就是。可是六年前我们不是惨败给他们吗？这不就已经过了六年了吗？这么说，六年之后大家都变得更强了吗？一点没有。而且，一直没练过，感觉变弱了不少。没关系，我们有气势。对，我们有气
这事，你们还要等待吗？不要！你们还要藏起来吗？不要！那今天我们要把那些被压迫的人给解放出来。好！听我的号令，放开！好！那个吃点，吃一点，多吃一点啊！对，夹给他，夹给他。哎，小爷子，那个廖大魔头马上就要打进来了，我们这么吃没关系吗？大家必须记得训练啊，那个必杀技，你们俩必杀技全都学好。没问题，放心吧。继续吃吧。哎，吃点菜，吃点菜。我觉得这个酱挺好的。那个大魔头廖。为什么那么坏呀？就非得摧毁我们七响村啊！过来，朱小姐，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其实拉比什廖是我们七响村的一员。哦不，准确的来说，是他和小叶子女侠亲手创办了七响村。可是后来，他却背叛了这里。还扬言要攻打七响村，要毁灭这里。从此小叶子女侠就和他开始了长年累月的斗争。不过要是真的打起来的话，小叶子应该也会很难过吧？他们俩之前可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呢。我们天天都过得特别快乐。他们呢，是我们这里的发明家，他们很会发明东西的双子星兄弟。这是我们最新研制的神仙水，喝一秒，保证你容颜永驻。要不要尝一口？我够谢了。药性肖东，他今天会准备我们的晚餐。嗨，辛苦啦！来，拿起啊。这是我们七响村的预言家天命紫薇，要不要算一卦？生肖、星座、姻缘，很准的。好啊，把你的右手给我。犯桃花，真的？嘿，那我呢？看一下，天煞孤星，什么意思？挺好的，挺好的。那个具体点。也是犯桃花，也是犯桃花。啊、你我都一样，大家一起犯桃花。对啊对啊，大家一起犯桃花。嘿嘿嘿！我说什么呢？掉在地上的才能吃，懂不懂规矩？小叶子女侠。那两个是啊，他们是流浪到这里的那些乞丐，一个是狗腿子和一个是 stupid one， 一整天在这里蹭吃蹭喝的，我们也没办法。哎哎，告诉你们，这颗是天命石，只要把你们的手放上去，抛开所有的杂念，就能够感知你们的天赋等级和属性。哦，来，我试一下。居然这么亮，天资一定过人吧？不过，天青色是什么属性？居然从来没有见过。对啊，天青色意味着什么？小心。天青色意味着等烟雨，而我们在等你。所以我推断它应该是无属性。无属性？举个例子吧，我呢属焰红色，属火性，岩术师天成是地性，小叶子班长大人是水性，萧东是金性，
以此类推，我们五个人把五行的属性都占了一遍，所以我推断他应该是无属性。那一定很厉害喽！太好了，我能帮上忙了。那我适合修炼什么神通啊？无属性并不适合修炼任何法术，所以你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刚才说我很厉害啊？因为它颜色精纯，没有半点杂质，所以很厉害。那到底厉害在哪儿啊？像你这样一无是处的家伙，我真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收藏性。我怎么什么技能都学不会呀？我要是能学会一项技能也行啊，比如说小叶子，我要是能像你一样能飞，也行啊。那可以啊，很容易啊，你学大概8-9年就会了。怎么可能？我又没翅膀。那飞和翅膀有什么关系？我飞是用悟空术啊。你这装饰品要带吗？能拆卸的呀。妖星萧冬，一个人是不是每天很寂寞啊？寂寞是什么？孤独又是什么？你们看到的我每天笑呵呵的，却看不到我的无奈，我的苦恼，我的不知所措。多么想像你们一样去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去海边奔跑，吹着海风，捡贝壳，可我出不去。我每天就这样被关在里面，呼吸着自己的呼吸，悲伤着自己的悲伤。小东，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小东，吃饭了。好嘞，今天吃什么？有好多你喜欢吃的，好像有火锅。我不要，我要吃披萨。哎呀，吃什么披萨呀？赶紧走吧，大魔王就要到了，大家听我分配任务吧。天命紫薇，我需要你算命，我需要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到，最重要的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带了多少人。遵命。妖星萧冬，我需要你安排你的粉丝在每一个角落，我需要知道他们在哪个方向接近。可那样会掉粉的。没事，你掉多少我买多少。我的可都是真粉。不重要。双子兄弟，我需要你安排大量的道具，在最少的时间减少他们的人数。没问题。Power药，我需要你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好。Dark Yuan和阿成，你们两个负责设计。好。还有最最最最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两个。狗腿子和 A stupid one， 今晚必须把金针菇和菜分好，火锅底料的作品准备好，谢谢。那我呢？我呢？你就跟着在我后面就好，我会保护你。什么都不干？放心，你早晚会上场的。好，大家准备好。好，好。你大人，他们人呢？他们都睡了。好的，是时候献出我们的真身了，施法吧。嗯。蒙奇奇，你爸爸。
星星大爷，你的脸有点……啊，是吗？之王只身前来此地，恐有危险。吴王放心，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那个熊老师，我想有些事情请教你。啊，什么事？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我最近读的书非常多，怎么，你感兴趣吗？啊，如果非要让我给你推荐几本的话，那就是我自己写的书。来，哎，别，等一下，你的书叫什么名字？啊，名字快想好了。你们这些小伎俩，怎么可能瞒得过我？其实从你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算到了你们是卧底。只不过将计就计，陪你们玩玩罢了。其实每次当你们下毒药的时候，我都紧随其后附上解药。谢谢大家，并没有中毒。小燕子，让我们战斗吧，干死他们！推荐这款我们拉提奥部落的圣品，感受一下。闭上眼睛，慢慢感受它的味道，是不是 QQ 弹弹，香香辣辣，仿佛天边飞满了小天使。香甜可口，不愧是一款有内涵的食物。
吃吧，嗯，多吃点。不会是那个辣条吧？辣条！小叶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心儿。不对，我们好像给你们尝尝，这是我们拉提奥部落的特产，可好吃了。哎呀，来吃吗？嗯，也吃辣条啊！哎呦，看来。
欢迎贝贝亮，欢迎你啊，欢迎你。大家好，我叫贝贝亮。我叫黄奕，我叫黄楠。我是辣条猪。我叫天命紫薇。我是严叔石成。我叫大腿圆。欢迎。我看大家都上了，感觉也不需要我的帮忙，所以这就准备回锅底料。来吧，一起吃火锅。火锅了，好，那坐。坐这儿吧，我坐那。就这样，吉祥村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失去记忆的大魔头料，也就是现在的 baby 料，跟大家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哦。主编，这个漫画我已经看完了，内容十分丰富，题材非常新颖。嗯，那么这期就用这部漫画啊，你赶紧联系一下作者，顺便问一下作者，有没有想过要把这部《班长大人》出系列番的打算？班长大人？嗯，那我看了这部，这部，哦，这部啊，我只看了一页。放你那儿啊，是想告诉你，以后这种作品呢，千万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啊！画风啊，简直不堪入目。哎，叶子啊，这饭都做好了，你这别忙了，咱下去吃饭去吧。马上。那个，你收到我的快递了吗？什么快递啊？那你收到我电话吗？不是，你电话怎么能打在我这儿呢？哦，好吧，那我在这里等我快递好吗？真的？我相信他们看到肯定会联系我的，所以到时候我赚大钱了，我带你去吃一遍全世界的火锅。哎呀，你能这么想啊？能说这句话，哥哥真的已经很感动了。哟，太好了，太好了。那叶子，你赶快写，赶快画啊！弄完了之后，赶快下来吃饭，快点啊！楼下等你。嘿，怎么还没走出去啊？我怎么感觉我们又回来这儿了？啊？没有吧？斯蒂夫大人，我们就快走出森林了。气死我了！岂有此理！这帮家伙，总有一天，我会让大魔王恢复记忆，把他们一网打尽。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泄气啊！你的内伤还没有好。泄气，泄气。啊，说起来内伤。哎呀，啊！哎呀，我去，等我一下。气死我了！叶慕希，你在画什么？我在画一个英雄战胜魔王的故事。我能一起画吗？可以啊，我们一起画出这个故事，讲给所有小朋友听。不好好学习画的什么，以后别让我看见。廖丹义怎么还不来？那我自己画好了。这帮英雄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好呢？就叫奇想村吧。